他不是自杀，也不是意外死亡，他不会丢下我跟小绿。我老公不是自杀。孔基灿怎么了？他死了？听说是在宙斯工地坠楼身亡的，在我们的工地吗？这张支票你还记得吧？我们是在死者孔基灿先生的遗物中发现的，上面验到了张太和会长的指纹。听爸爸的话，别管这个案子，你能答应我吗？因为我要守护我儿子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秘密人生》。